有吗？有吗？他们在了，他们是女生。对对对，对，他们是女生，他现在没有察觉，等他们扑过来点，攻击，攻击。Double kill！ 我看到你了，嗨嗨嗨！越来越久的话，我们是同队的哦，是同队。你有20颗爱心，我看到其他人了，所以我们会掉下去，在这个小块土地。对，这个小块土地，然后战争就开始了。哦、oh!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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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Come on come on！ 我这边拿到了一些武器跟一个帽子，你那边有拿到什么吗？木头。这个箱子里面有裤子，你帮我拿一下这个裤子。好好好好。对。OK， 走。走。等一下，他们有装吗？那是装吗？对，那是装。等一下。好，跟着你走。他有一只在楼上哦，而且他装感觉不错。好。而且不是，你被砍了，你被砍了，不。You die。没关系，它里面地图有很多很多种，这是我们的初战。真的只有3分钟，是不是很快？太快，而且他把我们装丢掉了。他们觉得太烂了吧？直接丢到虚空里。是，嗨，小白，嗨，我们等一下先攻击谁？我看一下，你觉得旁边那个盒子是？为什么他们是红色的？就大家颜色都不一样。他我们等一下去攻击他们，我们要速度。我们没有木头哎、欸，哦，有啦。怎么了吗？木头在这里啊！被攻击了，好痛！我两斤都挂了，多好！前面那个在攻击我。我鸡蛋，我远距也很棒。看我的，小心！吃我的蛋！吃！啊！被发现了！不要！好痛！他们的剑，他一把剑，你现在9滴血。哦，no！哦，你被反弹剑，哇！怎么那么准？因为你被反弹的剑打到吧、哦？天哪，他的剑会反弹，右剑。对，然后这边有很多人物，你应该要接第三个，就是我们在Team Mode 里面赢过一场比赛，有吗？可以得到，就是如果赢的话，就可以解到这个任务，哦、你可以点一下。我点了。嗯，然后他可以得到1500经验值，然后还有1000个 Skywards 的 Coin。我猜这些东西应该可以去抽奖。旁边这个是抽奖箱。这应该可以抽一些东西，一些道具吧，我就猜。我现在应该没办法抽吧、嗯？也是，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。对、啊，来吧，点到这个地方就可以开始游戏。哦，开始了。哇，这个地形，我发现有些人的地形都比较好，它很大。可是好像中间，对不对？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地形，一个人一块大地有两个人。嗯哼，就刚开始就要战斗了、哦，一把剑，一个钓竿，你钓竿，我剑吧。我要钓竿，就是。哎、欸，你确定？很恐怖哎、欸，那边有蜈蚣哎、欸。啊，那是怪物吗？那是怪物。哦，他被打走了，有人救了你的样子。好，哇、哦，跑！是谁？等一下，前面有一个人在 AFK 吗？有一个绿色，有一个绿色玩家。前面那个家伙在 AFK 吗？他好像，我电不到他。我看你的抛物线连一半都不到。过来了吗？哎、欸，有，过来！这边有些吃的，过来。不行，他的 skin 笑笑的，有点恐怖，拉过来。我们这样真的啊、哦！被打了，不，哦不，推下去啊！可恶，趁我们在钓鱼。他也就是故意设计好，你看他还到岩浆，太夸张了。哎、欸，这家伙，你看这家伙好嘲讽啊！觉得应该，可是这也太难了，正好虐那个玩家、欸。嗯，中心点上面有很多宝物哎、欸。嗯，这个地图是连在一起的，那我们冲去中心点好不好？我一定很多人想冲，冲啊！这怎么冲啊？对啊，冲啊！就这样冲啊？可以吗？上不去了吗？够不到，够不到！我在下面等你的好消息。有吗？有好消息吗？哇！我看你下去了。只剩我了，你怎么把人丢在这兒？好恐怖哦，我还回不去。你有没有鸡蛋还是什么东西把那个家伙砸下去啊？我没有远距离的东西，冲过去揍他。好，我还活着。他去哪了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我如果活着留到最后一个，这样我算不算赢、欸？搞不好，可是最后一定会、欸。你看下面有人在那个水里面，在水中间。你要不要跟他 PK？ 跟我一起下去，跟我一起下去。我被杀到人了，跟我一起下去。哈哈哈！我满意了，神风特工队，很
中看我们怎么死。这边有鞋子，你要穿人呢？啊，我这边有几乎一套装备了。哦，好，好，欸，人呢？我在地底下，这边好像你有缺鞋子吗？有，你有多吗？我有鞋子。好，来来来，这里，冲啊！哇，你们丢鸡蛋了！好恐怖！你们丢鸡蛋了！就是说，这个鸡蛋真的是超有用的，很恐怖哎！哎，又是你了，我帮你垫好路了。我看一下中间有没有啊？中间有人，有人，有人，数掉耶！我的，我的，走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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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疯！我好不容易捡到 bling bling 的东西哎，至少你杀掉一个了。你的右边的 kill 是不是多了一啊？有一，有一。哇，恭喜恭喜！哎，有没有击杀的成就？好像有哎，有。有看到人吗？这边有个家伙，这边有个家伙，有一个，有一个。哦，跟得好小白，跟得好小白，还剩一锤锤锤！我就算只有稿子，我也可以锤死你呀！有了，有一把铁剑。我们的第一个正常的击杀，正常的胜利。我觉得这样子就够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还要搞，够了。真的吗？ Okay, 还有哎、欸，还没有结束，我们还活着。是哎、欸，我们还活着。有钻石啊？不，钻石掉下去。好吧。你知道我们刚刚干掉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们好像得到二十块。真的吗？可以买什么东西？好，大家都帮我们垫好了，好好。我可以趁他们在垫。没有经过。哦，他船上了，他船上了，救命啊！好烫哦，他疯了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他是啊！哦、哇！他装好好。哇！谢谢。哦。他只剩四滴。啊！太可惜了。Sorry， 哎呀，差一点点。我刚刚本来想说是让我金苹果先刻了再攻击。他就瞬间丢那一个中介之眼哇！刚才想要去拿，有点一格一格的，就是不小心被电一下。有一把剑。嗯。然后这边有鞋子，裤子给我就好。帽子给你，帽子给你。帽子吗？有帽子。这个我发现有一组那边好像还蛮新手的感觉。真的吗？在那边，那边，你看，你看，十分钟前的我们吗？在那边，在那边，快，他们这样，快，阿神，丢丢丢丢下去，丢下去，算啦！大家很作恶，我的 buddy， 我的兄弟，Come with me， 我来一点，还有吗？还有吗？他掉上去了，他掉上去了，啊，没了，没了，没了，啊，啊算了。哎、欸，那个会得到钱跟灵魂呢、欸！哇塞，你那不可以！我的判断没有错，那两个真的是新来的。你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你后面有人要小心吗？他还没有看到啊，没有看到，没有看到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来来来，我来来来，来来来，要跳哦，要跑跳，碰。有自动找，果然真的很危险。对啊，我看到对面有人了，不知道他有没有什么援助。哦，他有雪球。我们卡住，卡住，卡住，我卡住，我卡住！啊哈！被两个人包围哎、欸！哦，有点恐怖。我来帮你爆战爆，我看一下你现在人在哪。哦，他也在丢雪球，我 hold 住，你丢不下我的。我看到你了，我看到你了。哦，等下，这不是你，这不是你，你在哪？我应该是最明显的那个。哇、哦，好恐怖、哦！下去，跟我一起下去！不，他有急推。不要去，我看到你了，我现在在看到。第一次去雪地，欸、中间离我们好近啊！要跑过去啊？欸、没有，正中间在上面那边。好，我刚开始可是离太近，我怕他们有雪流可以把我们给铲下来。我没有铲着、啊，我铲着，我铲着，我把雪挖起来。好，有捡到雪吗？很多很多，在你脚底下也有。有吗？有。他们在哪？他们是女生。对对对，对，他们是女生，他现在没有察觉，等他们扑过来一点，攻击，攻击。Double kill！ 我们的名字上去了，有了，我看到了。哎呀哎呀，他在看我们，看什么啦？他在吗？他还在吗？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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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所以三个人了，我们很棒的。这边有人要掉下去了，哪里？这里。下去！不要逞强，不要逞强！逞强！不，撑下去！我还有，下去！被弓箭射了！先找避难，先找避难。哦 no！ 他还在撑，不，我死了。那个那两个被我们打下去，那个他自己跳楼。我的，他自己跳楼。
剩下两个玩家，对，剩下你跟他，我是要怎么赢过他？好难哦！他只剩装备，箱子被重置了。哦，他传送过来了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哇、啊！哦、我没有办法啊，我差一点赢哎、欸！对啊，差一点。没关系，我们越来越强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越来越猛了，我们已经可以打到第二名。没有，我要去研究怎么结束。如果爆门知道怎么结束的话，也可以告诉我们。嗯。这样子，我们下一次拍的时候，搞不好我们就可以去拿这些代币换一点东西。也许他说旁边就可以点右键就可以开了，应该没有那么简单。我拿到蛋蛋，欸，对对，他是，欸，没有下去，我鸡蛋用完了。他的 skin 好酷，他有鸡蛋吗？没有了。他的眼神好恐怖，好恐怖，他感觉像是什么 Five Day with Friday。对对对对对对。欸，他到底有没有鸡蛋？我想扑过去。哦，防御吗？防御吗？哦，你有武器吗？我没有武器欸。我有，我有，你要吗？啊，还是你先武器给我。好好好。啊，现在在保护自己，所以他没有，他一定没有投射物之类的。下面冲进去，冲冲冲！他把我敲下去了。我觉得拿这个冲，死啊！他的剑比较硬啊！不，欸，他死了，我赢了，我赢了。哦，你的呢？我死了。What？上面是两个，而且他们两个是队友，只剩下我了吗？嗯 ，Hello， it's me， Hello， 啊，他上来，他上来，谁上来了？哪里？旁边这边这边，你后面，对，这边这边，下去，哇，哦，你杀一个了，耶，就是 you and me， come on， 哇，好厉害哦，这交给你了，小白。他有金苹果，他有金苹果，我就跟他比耐心。如果他跑上来，我就把他砍下去。哇！他吃金苹果。你还有几颗雪球？哦哦啊！不行，他没死，他没有掉下去。角度不对，角度不对。我这样冲上去，我到底会不会赢？还是说就怒冲一波了？不会不会，你要从上面打他。哦，好痛哦！他的剑比较强。哇！你被碰到一次就……他的剑比较强，他的剑比较强。哇！你赢了，你赢了，你赢了。耶！我 victory， 赢了，我们赢了。我真没有想到我今天，你好凯瑞啊！我真没有想到我今天，你好凯瑞啊！天哪，我们赢了，我快哭了。果然耐心还是有胜利的一天了，就算对方拿金戒，也不用给他怕。好嘞，今天这集 episode 差不多跟到这了，希望宝宝们会喜欢今天这集 episode。那如果喜欢的话，他为什么在对我们挥挥手？好 ，Hello， 如果喜欢的话，可以在左下角个喜欢的转上角个订阅。我们下一集 episode 再见喽 ，See you guys， 拜拜呀。